想要陪着你坠落尘埃，宁愿长醉不醒来，只想和你入梦，共同拥有来生。冥冥中谁来主宰？想要陪着你坠落尘埃，粉骨碎身又何奈？陪你去听风，陪你去做梦，陪你去看落幕后的最后。照您这么说，陈权应该已经改邪归正了。我倒不敢那么说，但至少他现在有老婆有孩子，应该不会再吸那玩意儿了。那我们就直接让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不就完了吗？您还顾虑什么呀？朱朱，我们做人要与人为善，要讲点良心，所以我想还是补偿他一点。爸，什么叫讲良心呀？啊，他把咱们家的产业败光了不说，现在又犯的是重婚罪，我不告他就算不错了，您还要给他补偿，您这也太东郭先生了吧。如果他还是原来的陈全，我要说给他补偿，我就是连见都不会见他。反正你们已经分居三年多了，到法院判个离婚，也就什么都了结了。但是他现在改了，想做个好人，我们拉他一把，能让他做人做得踏实。您说的没错，可是我们现在又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只要我们俩达成了共识，其他的都好办了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好不好啊？猴子，一个星期以后，那狗要还要这么瘦，就他妈给他点颜色。放心吧，力哥，老板娘要是再敢耍滑，我肯定饶不了。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事，你先上车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对。
连手机都不玩。他们在商量什么呀？这死丫头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那手机也关机。客户谈生意呢，我是想，让你下午陪我去喝下午茶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一会儿去接您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你不用来接我，你给我叫辆出租车就行了。哎，那不行，我不放心。这傻小子，哦，你还怕别人把我这老太婆卖了？哎，可是，好了，你到海云楼去叫好茶座等我。对，不见不散啊。还是这小子靠得住，做事踏实。说谁呢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哪哪哪儿呀！这孩子就这样，他见了生人他老这样。朱伯庸在吗？朱先生没在。哦，他又不在啊？啊，要不您先坐会儿，我给您倒。哦，不客气。那个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他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。哦哦哦，好好好。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先生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是珠宝。宝宝，啊！哎呀，不是叫你呢，孩子，赶紧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别裹乱了，快，回去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人这什么脑子呀？这是，这把纸条给忘了，这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宝宝呀，你怎么把门关上了呀？宝宝，快给阿姨开门！妈呀，你带钥匙哟！阿姨给你来段快板书行吗？听着啊，阿姨给你表演啦。
睡大觉，扒猫猫他坐门前，宝宝快点走上前，宝宝乖乖别贪玩，大门一开花猫在眼前，哎，大门一开花猫在眼前，喵，我不管了，妈妈，妈妈，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我是不是，我是，阿姨不打你啊，阿姨不动气，阿姨说话不动气啊，走走走，回家去，回家去，走，回家去，哎呦，你终于把这门开了，我的老先生。小姨，金弟啊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儿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随便挑了个房间。是吗？啊，哼，那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啊。哎，不不不，是小爷有福气，这叫心想事成嘛。是吗？那承你的贵言。服务员上茶吧。好的。今天啊，我本来是想叫猪猪陪我的，谁知道是死丫头，我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哦，那个朱总跟朱老板去农家饭店了。什么农家饭店啊？就是上次我带您和朱总去的郊外的那家饭店。农家饭店？是啊是啊。你跟他说，他跟谁一起去的？跟朱老板呀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虎子告诉我的。他怎么知道的呢？虎子去那儿办点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了，告诉我。他没看错人吧？不会吧？不过也没准儿。小姨啊，那个他们去哪儿没给您说啊？猪猪带他老爸出去吃饭，我是知道的。可你没想到他把他带的那么远，这父女俩老是爱往外边跑。是啊，小姨你也是，你有时间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呀？他们谈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感兴趣。哎，小姨啊，这朱老板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两天了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儿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好长时间没有见了他老人家了，我挺挂念的。啊，你真是个有心的孩子，我没看错人。啊，你来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刚才已经看过了。那你还记得你都想点什么吗？啊。一笼蒸虾饺，菠萝叉烧包，陈皮牛肉丸，素菇腐皮卷，豆沙窝饼，潮州粉果。哦，再来两份双皮奶啊。好了。好的。哎，慢点慢点，你怎么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了？那你呢？没有啊，我点的都是我自己爱吃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有一点呢我喜欢吃的东西呢，真没想到我们俩口味都一样，真是太有缘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小姨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太自私了，这一点儿不想着别人，要不是咱俩口味相同。没事没事，你是无意的嘛啊？您是大人有大量才不计较，这要是换成别人啊，我这，那就没这么好说话了。是是是是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小姨，您喝水。嗯。这场开锣戏唱的还不错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什么事儿。是不是你们老板出什么事儿了？瞎说。我们老板家喜事儿一个接着一个，没出什么事儿。那你整天闷闷不乐？我就是随便问问哈，没什么别的意思。确实有一些烦心的事在烦自己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烦？我打听到了我老丈人他们的下落。真的？啊？那这是好事儿啊，有什么可烦的？我原本想吧，我找到了他们。和他的女儿离婚了，但是我要问他们要一笔赔偿。全子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们离婚，是你做错了事儿，是你对不起人家，对不对？这点我承认，可是我现在的处境，我是一无所有。你说我拿什么娶你和幸福？想了，我明白。可是，我答应和你一起过，我是图你这个人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变回好人。钱算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了还可以再挣吗？只要人在，好好的，我们有手有脚，我们不偷不抢，以后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。你说对吧？就连老天爷都会帮我们的，啊！其实你不说这些道理，我心里就想通了。你想通什么了？我呢，是不会问我老丈人要任何的。他们的处境比我还困难。不管人家困难不困难，你呀都不能这么想。如果人家真要是困难，咱有能力，咱还得帮人家，你说对吧？对。你能这么想啊，才是我心目中的男人。愿你这句话，知道该怎么做。好了，快走吧，杏子要睡觉了啊。哦哦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哎，回家了。想什么？哎呀，小姨，你老是这么不声不响的就进来，早晚就要把我吓死。哼，你们现在呀，都这么偷偷摸摸的，我杨林总有一天会被你们逼疯的。小姨，您说什么呢？那我问你，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不是打电话跟您说过了吗？约了客户吃饭。客户？什么客户？老客户还是新客户？哎呀，说了您也不知道。连你也在骗我。我骗你干嘛呀？
你真的没骗我？哎呀，不信您去问。问谁？问朱伯庸。哎呀，小姨，你不要怀疑我好不好？我可是您最亲的亲人了。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明白，你让我怎么信你啊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没骗过你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像朱伯庸一样，不把我杨丽当回事儿啊？啊！哎呀，小姨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把我吓死了，看以后谁给你当出气筒！哼，别以为我离了你们朱家的人我就活不下去，我告诉你，我会活得更好。那赶紧给他冲奶啊！啊，冲好了，你热一下吧。哦，乖乖乖乖乖乖乖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，乖乖乖宝宝。我要去见我的老丈人，所以我早点来把这货送走。哦，你这么早就联系上他了？啊，昨天晚上我才突然给他的电话，这没想到，没想到他晚上就给我打。哎呦，怎么没扣紧呢？来了来了来了，乖乖乖乖，来了来了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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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呦呦呦呦，来了来了，好了好了好了。看来，你老丈人是个挺爽快的人嘛，不是一个不好打交道的人。他的确是个好人，我和他女儿走到这一步，完全是我的错，人家一丁点错都没有。既然你心里明白就好，不要跟人家提什么条件，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知道了吗？我心里有数。身体还好吗？
还过得去。小姨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就是被你和猪猪的事儿给闹的。真是一个混蛋！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家，就给毁了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今后好好做人，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。猪猪已经分开三年多了。当初虽然是我们躲你，叫你找不着，但过错方在你。你吸掉了朱家全部的产业，害得猪猪要以死来向我们谢罪。您别说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都要往前看。今天我找你来，就是想把你和猪猪的事情做一个了断。谢谢您的宽宏大量。猪猪对你的过去还是耿耿于怀啊，所以他不愿意来见你。在办理离婚手续这个问题上，你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出来。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考虑。老爸，您能再允许我这么称呼您一次吗？我跟猪猪走到这一步，全是我的错。我知道他不会再见我这一面了。我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。现在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我不瞒您说，在索取离婚赔偿的问题上，我挣扎。是荣花，荣花的几句话唤醒了我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钱算什么东西啊？只要人在，好好的。”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男人。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而且我不会要你们一分钱的赔偿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我和猪猪已经商量好了，决定补偿给你10万块钱。啊？不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不会要的。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我们这样做，也不单单是为了你。你和荣花的境况还很困难，没有固定工作，还有一个孩子。您别误会，我现在跟荣花只是朋友关系。朋友关系？对。我把我过去的事情跟荣花说了。我们说。各自不办理好离婚手续，是不会在一起的。这么说，荣华原来也有丈夫？是啊，荣华的丈夫呢，出走已经3年多了，而且他现在一直在找她。
说，慢慢说。哦，荣花的丈夫呢，出走三年多了，是他呢带着婆婆和奶奶。等一等，那他带的那个孩子是谁的？是荣花捡回来的弃婴啊。捡回来的？你以为是我跟荣花的？她跟她丈夫三年多都没见面，跟你又……你千万不要怀疑，性子真的不是我的。这么说，那孩子是宝宝的？您不相信我，您还不相信荣花啊？这不是谁相信谁的问题，关键是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您听我跟您解释，我从戒毒所里出来呢，荣花已经收养了这个孩子。其实荣花有些事情，她也是瞒着我。您会认为是她带我上你们家去的吗？不是她带你去的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家住哪儿？是荣花给你儿子送吃的。对了，那是你儿子吗？我怎么不知道朱朱还有个这样的弟弟？哦，那是我认的干儿子。你继续说。他给你的干儿子送东西，所以我跟踪了他。这么说，荣花从来没有把他的事情跟你说过？哦，不不不。不但说了，而且说得很清楚。但是，他没把你家的事情告诉我。这件事情简直太乱了，乱得我都有点稀里糊涂的。其实，我并没有把我所有的事情告诉荣华你，所以，我求你别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荣花是不会忘记你和你的干儿子，我们今后还要来往。如果他要是知道我是你的女婿，这样会搞得大家很尴尬。荣花啊，荣花，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为什么要跟宝宝干那种事儿呢？事儿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当时媳妇又躺下了，你不怕是出老茧？你甭拿老酒来糊弄我，我现在不喝，我现在睡觉，睡着了我就能做梦，做梦啊，我就能梦见我宝贝儿孙子了。哎呀，您啊，吃饱了睡，睡醒了又吃，这跟猪有啥不一样？猪肉就是好吃，我天生就吃肉的命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这听话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对，你就是什么地方也不能去，就得在这儿好好的伺候我。哎呀，简直就没法和你说话。有人在吗？谁呀？你找钳子的吗？不，我找您的。找我？嗯。大妈，这300块钱是给你一个奶奶买东西吃的。这啥意思啊？
婚的事儿，我们已经谈好了。你见到你老婆了？没有，她不愿意再见我。那你怎么办手续啊？全部由我的老丈人代我们办理。过几天我就去签协议。为什么要后悔呢？原来的成全早已经死了，现在在你面前的成全，他将来会成为你的老公，会成为杏子的爸爸。因为是你们给了我新的生命。最初的温存，独自找寻曾经最疼爱的人，伤了的心，你的背影，带着你的心渐渐
远去。就在你离开的那个早晨，才发现你早已变得陌生。苦苦一直追逐的缘分，转眼间变成了疑问。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得太深容易催人。是害怕伤到心疼，还是有了别人，给了我全部却不给我灵魂？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到深处会慢慢变冷。眼里余温到底有我几分？我想回到最初的天真，你能不能？什么缘分是我最初的温存，独自找寻曾经最疼爱的人。我的心，你的背影，带着你的心渐渐远去。就在你离开的那个早晨，才发现你早已变得陌生。苦苦一直追逐的缘分，转眼间变成了疑问。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得太深容易醉人。是害怕伤到心坎，还是有了别人，给了我全部却不给我灵魂？我嫌你爱我爱得不够深，你却说爱到深处会慢慢变冷。眼里余温到底有我几分？我想回到最初的天真，伤到